今天为大家讲一下这个 KAV 铰链滑轨之中的这个仿古铜的液压铰链啊，这个是直铰啊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电镀的比较均匀啊，这个讲一个是仿古铜的一种颜色，像这种铰链的话呢，主要是应用于一些比较深颜色的啊，仿古的一些实木家具啊，或是各方面的比较有一些金属性的一些啊家具上面，像这样子深颜色的一些实木家具，比较高档的家具。那么我们看到，如果放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些啊镀镍的颜色的液压铰链在上面，我们一眼睛看上去，哎，这个颜色就有点，是吧，不那么顺眼。但是如果你看一下，我们放的是这样子的一些古铜颜色的在上面，你们感觉效果是不是很不一样啊？感觉整一个家具就协调和谐很多了。所以现在的话呢，在这种啊仿古颜色深颜色的这种家具之中，应用这种电镀古铜颜色的液压铰链现在是越来越多啊。那么这古铜的颜色，像现在啊40杯的后门呢，因为是实木家具嘛，实木家具很多也是有的啊，40杯的，然后这个是35杯的啊，都可以做啊。我们看一看，像这种原来是跟这个铰链是一样的啊，就是镀镍的，其实那么它也可以仿古铜啊，镀古铜。我们看看它的一个关闭的一个效果。这么高的一个柜子，啊，它可以达到缓慢关闭的一种效果。我们打开门的时候，啊，看一下再关。像这种是有两段力结构的，啊，比市场上面的一段力结构更加，它打开门的时候它是不会有晃动的。我们看啊，它这个整一个这里面是没有晃动的。缓慢关闭。